来，有人认识他吗？你可不可以正经一点？不要，这样，不要这样好不好？大家知道他谁吗？我以为要叫小叮当哎。哦，这肯定。大家都大部分认识你哎，是不是？他很紧张，说想会不会有人认不出他？干嘛这么？不要弄他，他现在已经很紧张了。我们赶快让他就是赶快让他唱歌，要不然他现在很紧张。那带来什么样的歌曲？你猜？我猜，我当然知道啊，我还要猜哦。我看一下手卡就知道什么歌啊。小民国啊，哦，海阔天空。啊，我们讲看错了，The Show。对。后来，欢迎小东兵的The Show。哎，大家给他掌声鼓励。好，我们赶快让那个小东丁赶快先，你是不是想要立刻退下？